自从跟着贝尔去冒险开播以来呢，啊，明星们在节目中被贝爷花式被虐的戏码，可以说是让观众们看的是非常的过瘾。不过观众们看得开心呢，咱们的八位明星可着实是吃了不少的苦头。今天呢，我们就从导演组手中拿到了一些独家幕后的花絮，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冒险背后的故事。在第三集当中，明星们勇攀陡峭的拉罐瀑布，简直是又惊险又刺激。如此高难度的挑战，也让一向沉稳的张丹峰都有些望而生畏了。而电视机前的观众也是不由得被明星们捏了一把汗呐，究竟这安全系数够高吗？幕后大家都做了哪些安全措施来保护明星们的安全呢？为了顺利进行拍摄，摄制组人员一如既往早早就到达了现场。英方的安全团队7点已到达瀑布顶端，安装速降的绳索。看到每一个环节都有安全专家进行严格的把关，明星也是放心了不少。而韩雪也在一旁跟张钧甯分享起了自己多年来拍戏的安全经验。要是冒火花，你别对着脸。你因为没有拍那种年代谍战的，拍的少。更多精彩内容，敬请期待11月6号晚21:20在东方卫视播出的《跟着贝尔去冒险》。节目在线片就到。